技术说明 O2 氧气传感器电路高压阻一传感器2是什么意思？该诊断故障代码 DTC 是通用的动力总成代码，这意味着它适用于配备 OBD2 的车辆。尽管是通用的，但具体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品牌、型号而异。位于催化转化器后部的加热氧气传感器2产生相对于催化转化器储氧能力的输出信号。阻一是包含 Number 1气缸的发动机侧 HORS2 信号不如前氧传感器产生的信号活跃。当 HO2 传感器的电压大于999毫伏特超过2分钟，时间取决于型号，可能长达4分钟时，将设置此代码。症状除了 MIR 照明以外，可能没有明显的症状。可能的高燃油压力可能会使系统变得过负。原因代码 P0138 可能意味着已发生以下一种或多种情况 ：O2 传感器故障 ，O2 传感器信号电路中的电池电压不足，燃油压力高，不太可能。可能的解决方案，这里是一些潜在的解决方案：更换 O2 传感器，修理至 O2 传感器信号电路中的电池电压。